真想和你聊一聊天，真想看你下台后的容颜，瘦肉精国际标准都没有变，看着你抗议没主的画面，证明你以前都是在演，你现在的戏是离人民越来越远，是你变了吗？曾经相信过你的人好傻，是你变了吗？我突然发现你真的很假，是你变了吗？对人民的欺骗快停止吧，已经不明白你的想法，已经不想再听你满嘴的干话。